么这么便宜啊？这都处理了，都是一块钱吗？不都一块钱？这2017年9月份呢？对，这不过期了吗？啊，因为过期所以便宜是吗？对。谁家有这些药啊？哦，那你们都从哪儿收的？他们就是客户来了，他卖。这一刀给2块钱撂这儿了。有吗？去疼片？去疼片啊？您自己找吧。哎呦，这自己干嘛？哎呀，人家都干。短短的几个小时，记者观察到还真的有不少人在这里买药，而且购买者多数都是老人。那么大家知道自己购买的是过期的药吗？今天给自己买的啊。对，但我看他这个保质期过了呀。没事，可能已经没事，还有20保存也有。因为这是以前摸索出来的经验，你喝时候别拿温水沏它，100度那开水沏它，不等于第二次消毒吗？以前我还牙疼呢。药，你吃的药就5分钟之后它发作，你在外买也就3分钟。再说那个过期期买药，你吃一粒，这个吃一粒半。过期的中成药它会产生一种霉变，就会产生一些细菌。有的细菌呢是在100度的沸水下也冲不霉的，还有一些药效的这么一个降解。降解的产物呢，不但呢不能保证它这么一个有效的疗效，反而呢会产生呢一些不良的反应，青霉素、阿莫西林。这一类药物呢一旦过期了就会产生一种过敏反应，严重的呢还会导致休克，要及时呢查看过期的药物，要及时清理。